家片刻一時的太陽風風風風在個場面在個場面嚇死人了我哋出去同佢，
廁所，我打開咗個門之後咧，我呢個打開個門，呢個鏡門咧打開嘅呢個啲滑板啊啲嘢啦，齊曬嘅。廁所另外獨立，沖涼，兩個沖涼，我一企身沖涼，一個浴缸。
站坡的。
我哋住嗰边系炮房，即系佢分两边翼嘅，一边就炮，一边就仗。真火嚟嘅，咁就繼續啦，又行曬呢邊翼啦。咁啊，樓上有啲房嚟噶，咁呢個應該係去到最邊噶啦。啊，呢個酒店嘅最邊噶，咁啊，旁邊係種滿曬啲樹木嘅。
早餐而家九點半。无花果啦，我食咗个，个无花果好香。多啤梨啊！哦，多啤梨啊！呢个多啤梨，咁呢个无花果好香啊！咁啊，呢个就唔知咩生果啦，又唔系石榴嚟嘅，唔系石榴，几好食，几香。啊，又攞。咁呢个就系应该就系嗰个西梅嚟嘅，呢个西梅，呢个西梅。呢、这個就應該大家睇到啊！呢、这個枝嘅咧，呢、这個橙啦，蜜瓜啦，呢、这個先係西瓜，唔知呢個咩啊？依家我再試住先。都係西瓜。士多都係西瓜。士多十二攞。咁就士多啤梨啦，提子啦，咁係呢個咧。啊！呢、这個就黃肉嘅蜜瓜啦，呢、这個青肉蜜瓜。咁呢個咧就唔知乜嘢啦，我又要去睇睇佢先啦。啊，應該幾好食嘅。我哋住呢邊，
我喺對。
嗯我琴晚睇過呢度啦，啊包房啊，個包，哦呢個包，手帶佢啦，屌！即係呢兩個，三個咯。係啊，喺度洗啊，係啊，二老買路，二萬喎，三萬喎，唔買唔死你爭個牌啦，係搞，係啦，啱啦，以為佢大曬。熟到了，喺度揾食啊！走到嚟呢度啊，走到呢度乜乜，走到嚟啊！系啊！佢聽到咩？啊，你做一隻。周圍伏住啊，伏住抄嘢食啊！啊，有隻走咗去嗰度喎。走咗入去個房喎，入咗房，係啊，入咗人哋嗰個房，開咗門口啊，係啊，開咗房啊門啊，哦，啊，喺度清潔啊！清潔啊！哇，冚到高嚟清潔啊！
你其實睇緊嘅咧，就係呢個太陽城迷宮酒店，咁就呢個大門入口。佢入到呢度，呢個前邊咧有做呢個炮同屋嘅雕塑，進入呢度。這裡有個假山，假山現在就停了，沒有瀑布在這裡，這個假山的瀑布停了，這些林果林阿蛇坡的這些連環的東西垂曬那些葉的菇葉，很漂亮，看到這邊是它的左邊，現在再看這邊就是右邊的山的布景，這個是右邊的布景，很多的熱帶的雨林樹的木，帳房，現在睇緊嘅呢邊係迷城迷宮嘅帳房，呢個帳房。而家我哋企喺呢個位咧，就喺個大堂上邊最高嘅亭嚟嘅。啊，佢個亭啊，類似好似呢啲咁嘅亭。我現在這個是最高的亭，觀景台。現在呢，這裡是那個的前的左方，那現在這邊呢，這裡是瀑布，咁佢呢個迷宮嘅後邊咧，就有個個咩橋啊？呢個叫做地震橋。原底有震動嘅，而家冇咧，就靠個音響。咁呢度通出去咧，就通出去另一個嘅酒店的地方，這個是另一個酒店。這個前面呢，就是那個人造沙灘，人造沙灘有衝浪，衝浪應該在這個位置出來，應該是這個位置出來衝浪，每隔十幾分鐘就可以衝浪。邊嗰個嗰度嘅山嗰度嘅湖咧，嗰個湖咧就有啲快艇啊，有船喺度嘅。咁我哋呢個位咧，我哋就冇去過啦。咁啊，再呢度入嚟咧，再前呢邊咧，嗰啲係啲公園啊啲嘢啦。咁就再嚟呢邊係個人工啊，呢個提供沙灘啦。再嚟呢邊咧，佢呢度有個位咧，呢個位就係嗰個佢嗰啲叫做羅馬式嘅嗰個咩人民鬥殺場，係個音樂廳，音樂咁呢度再過嚟咧，就係呢個酒店嘅泳池啦，酒店泳池。咁呢個係酒店嘅大堂啦。後面的泳池，這邊呢就是那個後面的一個，這邊是帳房，這邊是炮房。
炮，把炮为代表的房，呢边是佢个酒店前方的右手边。之间咧就有个炮房之间都有个公园，有嗰啲有个薄缝嘅公园。呢度咧佢就话以前咧系一个火山嚟嘅，而家变咗死火山啦。有山有山。呢度咧就系个顶。上面就是没东西遮的，没有的，头痛痛头可以没得遮雨的，一条柱下来的。 OK， 我现在就现在是最高的一层，我现在再下去下一层看的观景。我哋另一層去睇，呢個另一層嘅喺呢度上邊落嚟啦，一旋轉梯落嚟。呢度落下一層咧，一個個亭啦，喺度其中一個亭啦。嗰個亭咧，呢啲係一個大笨羚羊國嚟嘅。羚羊角伸咗上嚟，羚羊角伸咗上嚟。咁呢度系下一层嘅亭。而家呢度呢个系下一层嘅观景，下一层嘅观景。虎視眈，唔係虎視眈啊，豹視眈眈，望住前方，唔係虎視眈眈，豹視眈眈。我哋咧就住喺呢個呢邊呢吉呢棟啦，呢棟嘅。就係個泳池啦，呢邊係後熱嘅，好有阿拉伯嘅風格啊，啲嘅艇啊，咁佢係一個主艇，跟住四邊嘅四個嘅副艇。正中間是個主亭，四邊就呢個啲副亭，咁就好有呢個阿拉伯嘅嗰啲阿拉伯嘅風情喺度咯。咁所以個名叫呢個叫做迷城啦，就喺呢度啦。但呢個係後側嘅。四角都有嘅。
咁啊二呢邊睇到嘅咧，啊呢個啲啊有整成像，呢邊就係像房，啲象牙整成個亭，佢個特色就係用象牙啊嗰度砌成個亭啊，嗰邊啊又係一個呢翼啊呢、這個象房個翼嘅咧就一個。一個主題，一個主題，啊呢、這個三個做呢、這個有三個呢個副亭啦，小個亭啦。咁佢冇整唔到大笨象咁重型嘅嘢咧，就用嗰啲飛殼啦，用飛殼嚟整啦。咁佢下邊咧就佢哋有個公園咧，就有一隻大笨象嘅，一隻大象嘅。咁我哋經過那個大象嗰條通道啦，啊，咁就去人工沙灘嘅一條橋，過一條橋之後去人工沙灘。而家睇緊嘅係日景，咁啊夜晚黑咧再嚟影嘢，咁就好靚嘅景喺度。日頭咧睇得清清楚楚啲啦，咁而家呢個係前月嘅嗰個方向嘅景嚟嘅，好啦，咁而呢邊咧就係嗰個啊落嚟個位啦，落嚟個梯啦，咁咧一呢度好多啲雀仔上去，好多雀仔喺度，係啦，動物炮、金錢炮。啲人工突破呢兩屋一住屋上面，我哋住在呢個位置，咁呢個位置合望落嚟咧就係呢個水池啦，水池瀑布啦，啊呢啲瀑布啊水池瀑布，隨時聽到嗒嗒聲嘅水池嘅聲。啲唔係人工嘅喎，本身係嘛？人工個加工程啊，所以度度嘅房，好我哋住呢邊啦。
呢個我哋食完飯上翻嚟到呢個夜景啦。呢個係我哋係啦，我哋住嗰度啊。啊，呢個唔係啊，呢個係呢邊係。像房那边的那这里是周围的这里是周围的夜景这里也都是酒店区的这个太阳城的酒店区现在这个最完美的燈光就是這個，咁呢個望落去咧，哇！呢度正門啦，呢個正門嗰度嚟嘅。望嘅又唔係望得好高，因為撞到樓梯咁鬼高。咁一啲建築啊，呢邊係我哋住嘅炮房喺度嘅，喺啲炮，喺呢個夜景。呢邊就係個後邊啦，啊，個泳池好靚啊，沙灘人造泳池嗰度唔得啦，喺呢度咧就靚，啊，呢個泳池啦，最靚就呢邊啦，如果夜晚嚟講就最靚啦。咁呢度人造泳池咯，呢位嚟嘅。啊，呢個條通道嗰度係太陽城嗰邊嘅，呢個火山嘅，啊呢度。呢度嘅夜色，佢啲夜燈光咧，喺周圍冇燈光嘅底下邊咧，佢係好特別搶眼嘅周圍。原來呢度仲有一個噴水池嘅喺個上面，啊呢邊係帳房嗰邊啊，咩帳房嗰邊啊嘛，有噴水池喺上面。嗰度上唔上到去咧？個噴水池啊！我冇話上啊！唔知啊，而家呢個呢邊係帳房嗰邊。好啦，呢邊係大門啦。好啦，我哋翻落去啦。呢邊係上面最高嗰個，呢個係最高的建築物啦。啊 ，King Power， 好，咁我哋撳完呢個嘅。差不多了。
OK， 今日26号，呢度咧，呢度哇后背计啊，今日两日咧玩都冇落雨啦，冇开心，今日落雨，今日咧应该又去市区，今日落紧雨，个时间系呢度嘅8:12，咁呢段系。個露台佢對出嗰個啲嗰啲花園咧，露台嘅花園。哇！今日好多馬騮，今日冇馬騮喺度。個馬騮落雨已經。爭7分鐘咧就係8:30，轉翻數據，我分享同你準備攞嘢，咁我哋咧從呢度個酒店出邊，酒店嘅大堂嗰邊。下面就是那個下面那個那些那些花園，下面是水池的花園，是今天是3月26日了，我們現在是8:30多一點，我們準備這個行李執齊上去咧，就準備離開呢、這個離開呢、這個離開呢個迷城王宮嘅酒店。咁而家呢個就呢個出邊啦。可以上車。好啊，好啊，嚟啊！好啦，咁啊，準備離開啦。